轻快旋律歌曲揭开序幕，日本唱跳天团放浪兄弟第一次到海外演出，就来到台湾，在北流开场。国民姐夫阿基拉在台上狂飙舞技，甚至大秀腹肌，但唱到第三首歌时，背景音乐突然消失，中断表演十分钟，团员们临危不乱，阿基拉也化解紧张，大喊工作人员准备好了没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志玲姐姐也穿上放浪兄弟 T 恤到现场支持老公，非常谢谢，谢谢。林志玲坐在 VIP 区兴奋挥旗加油，阿基拉也下台和老婆开心击掌大方放闪，艺人蔡康永、张小燕和曾心莹也都到场同乐，毕竟放浪兄弟出道20年，第一次到海外开唱就选择来台湾。 EXILE は20年の歴史がありますけども、台湾のねファンの皆さん、ずっと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もいるかと思います。兄弟热唱将近3个小时，掀起歌迷满满回忆杀。阿基拉和志玲姐姐的婚姻也让放浪兄弟在台湾更加受到关注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